在规划您的下一次旅行时，安全通常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。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十个最安全的旅行目的地，这些地方不仅让您安心，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体验。第十名，瑞士。瑞士的政治中立和出色的公共服务保障了高度的安全。旅行者可以享受马特洪峰的壮丽景色，在卢塞恩湖上巡游。或探索现代化的苏黎世城市。第九名，芬兰。芬兰和平的社会和原始的自然风光使其成为理想的旅行地。在拉普兰见证北极光，参观赫尔辛基大教堂。或在芬兰数千个湖泊中享受宁静。第八名，日本。日本以其秩序井然的社会和对传统的尊重，创造了非常安全的旅行体验。探访标志性的富士山，探索京都的古老寺庙，或沉浸在东京的霓虹灯光下。
第七名，新加坡。新加坡因严格的法律和高效的管理而确保了旅行的安全性。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国家，以其壮观的滨海湾金沙、未来主义的滨海湾花园和热闹的牛车水闻名。第六名，加拿大。加拿大以其热情好客和广阔的自然美景，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旅行环境。感受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震撼力量，在班夫国家公园徒步，或仰望多伦多的 CN 塔。第五名，丹麦。丹麦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和低犯罪率，是理想的旅游胜地。探索哥本哈根迷人的街道，参观标志性的小美人鱼雕像，或在提沃利花园中享受休闲时光。第四名，奥地利。奥地利以社会稳定和良好的治安而闻名。游客可以沉浸在维也纳的艺术氛围中，探索美丽的哈尔施塔克村庄。
或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滑雪。第三名，葡萄牙。葡萄牙的生活节奏悠闲，犯罪率低，是欧洲最安全的旅行地之一。您可以漫步在里斯本的历史街区，品味杜罗河谷的美酒。或是在阳光明媚的阿尔加维海滩放松身心。第二名，新西兰。新西兰以友好的居民和安全的环境闻名。该国风景如画，从米尔福德峡湾的壮丽到怀托摩萤火虫洞的奇观。新西兰是户外探险者的乐园。
第一名，冰岛。冰岛位居榜首，以极低的犯罪率和宁静的环境著称。这座北欧岛屿国家是大自然爱好者的天堂，拥有蓝湖黄金圈和神秘的冰河湖等标志性景点。选择安全的旅游目的地，不仅能让您的旅行更加放心，还能为您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。这些国家以其出色的治安、友好的文化氛围和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闻名，是您理想的旅行选择。无论是探索瑞士的山川湖泊，还是沉浸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，这些安全的国家将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旅程。放心出发，去发现世界的美好。